节目非常的精彩，哇！不单定来这么给他安排，老雷滚滚哦！啊，再次感谢咱的伊利龙钢铁有限公司，哇！感谢的阮当时定位用心的给咱赞助，啊，要给咱加添到咱银行界无限的光彩，嘛特别要给咱的破竹配电工，咱马祖部来给咱赞助，所以今仔日足欢喜的吼！啊，当然有足侪咱的贵宾，足侪咱的好朋友，陆陆续续啊来到在咱的会场当中，啊，当然啊，想要来给咱弄到去的，不是咱无地的话，啊，将麻烦服务人员那个舞台边，甲想要我。高台之下，伊来给恁做安排，伊给恁做播秋，啊，伊来给恁做邀请哦。好的，来啊，当然今天还有一位神秘人物。神秘人物，对，没错，这一位哦，哎，听说跟我们这个小秋代表哦，感情很好，两个人两个就是兄弟一样，对，有像我们的兄弟一样，有如兄弟一样哈。啊，今天你好，那连小秋代表。特别吼，把咱几位好朋友邀请来到咱的会议当中。而且几位朋友吼，相信大家对伊一点都不陌生。哦，对对对。你看到伊的查甫讲，派人来啊，派人来啊。今天今天是真来，拢伫电视台咧演过戏的。不是伊本人是派人哦，是伊咧伊播的角色。嘛不是伊，比如写派人哦。不。是因为伊每一届播的戏啊，不管是这个八点档的连续剧啊，哇，不管是哈，咱的啊，咱的电影好，都是坏人。对，就算伊无演派人嘛是，无可能的代志。你若讲要叫无演派人，啊，人嘛是过是以前演派人。因为伊的面看起来就是派人面啊，你讲。来，好，有听到声，无啦，我听到声，无看到伊啊。派人跟咱妈个讲了。好，来，所以我们邀请这位神秘人物了哈。没事的，咱都来唱，好听大家写下一首歌叫《高庆军游台湾》。阿金君，为爱台湾最插足。哇！邀请我们的朱九九哥，哇！哟！嘿！古早兵东西阿高，高雄古名是大高，阿里阿多多的车扛到我飞鹰。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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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义树也是出落山，乡亲叫做欢乐山，阿公叫做这个公山哦，哎呦呦呦，哟，嘿嘿，一时间的寒气是上盖山，上当的珠泪也是山，花刀好吃也是云山，阿公。古早兵东是阿狗，故乡有名是大狗。台南古都的车巷老路，阮永丰叫做的牛马牛。白虎不是是养阿狗，我大古名是虎狗。人讲大西是海狗，清水叫做牛马头哦。哟，嘿嘿，真情真是一山哦，嘉义旧名是朱罗山，乡间叫做番仔山，阿公叫做什么公山？这是咱的孩子是上盖山，龙岗的珠泪的是山，满头火车也是云南。